我们的合作伙伴 UID 公益基金会发起了这套幸福金字塔游戏，来提高公众对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识。欢迎大家参与这个游戏，所有关于相关的收益将用于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17个目标。那么对我来讲，我最关注的话呢，是目标第16啊，也就是公正、和谐和更好的治理。那么我想作为一个公共管理学院的老师来讲，我觉得这个治理可能是我们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目标的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只有更好的治理才能够去推进我们的这个和平、共享和共同发展。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努力，为更好的全球治理，为更好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来共同努力。